的69岁生日，不少粉丝都为他送上生日祝福。不过他在日前出席新片宣传活动时，难得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，并透露不能再打了，让现场媒体全都吓一跳，以为他健康亮红灯。但其实是因为成龙有许多旧伤，因为以前拍戏他身上留下不少的伤痛。他坦言知道自己有一天会坐轮椅或是拿拐杖，因为就算现在打了，大腿这边还会疼，肩膀和腰都会疼，所以才会说不能再打了。媒体接着追问成龙是不是药力已经不够用了，成龙则感叹表示已经打了第二针，不能再打第三针了，因为再打骨头会脆，再下来就是要动手术。他苦笑说自己最怕打针，让粉丝得知后纷纷心疼，表示成龙真是辛苦了。